张静和林慧的生日都记不住。我是一般就是自己都自己家人的，然后很少能想的。是吧？一般都是这样。朋友的都会比较，一般他们好多都会提前提醒我。嗯。就这样挺好。记事本吧。我在录像，我在录像，等一会儿啊。手撕面包。对，就那个，应该好香啊，闻起来。那你们揪一块尝尝。记事本吧。他会提醒的呀。然后就想了，没有，我就自己想着吧。嗯，我一回家就拿着。有的时候定了就想着，不定了反而想不着。对，